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青春的尾声会按照约定奔向同一个终点，我本来以为分别还离我们很远。东风和小分队正式成立了，干杯干杯干杯！没想到突然就在眼前。林姐，每个人的频率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快，有的人慢，但要相信那个和你同频的人。3、2、1，始终在终点等你。林夕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的答案是。青春嘛，就是要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。我不想等到失去之后，让一切都成为青春里的遗憾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在我最好年纪的时候，是因为他的喜欢，才给本来很平凡的我镀一层很美好的光。两个人只要对视超过8秒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。他们俩太吵了。